最近网络上面直播买卖相当夯，在澎湖这边就有业者直接晒出了相当少见的白鳍鱼来贩卖，直接让民众亲眼见证这一只长达3公尺、重达135公斤的白鳍鱼鲨鱼秀。在大鱼身旁跟直播观众隆重介绍这只身长3公尺的白鳍鱼怎么料理怎么吃，巨大鳍鱼出现在鱼市场吸引目光，一刀一刀用力切开鱼鳍，这尾鳍鱼重达135公斤，处理起来相当费力，第一步清理鱼内脏都要2-3个人合作才能支撑着庞大身躯，巨型白鳍鱼每一个部位都让经验老道的师傅耗尽全力。因为白鳍鱼少见，业者一听到有渔船捕获，二话不说直接买下。师傅准备5-6把刀具轮番上阵，才能让白鳍鱼轮切成块。鱼块甚至比人脸还要大，锋利的刀锋慢慢切开，里面的鱼肉粉嫩登场，油脂肉质都恰到好处。鱼贩也趁着新鲜，赶快用直播方式拍卖。大型白鳍鱼在镜头前展示，不仅带动业绩，更是让在地人大开眼界。华视新闻林志纯、廖子萱，澎湖报道。